这首《朝国舅大仙辞训》，调记雪中红，一首台语的歌曲，讲的是堂主的责任。做着堂主无简单，甲着法尊救良缘，担任堂主不简单呐、啊。苦海里驾慈航，暗钓良贤，天时这紧急，祸劫收不完。下说一端心急斗出恨，天时这么紧急啊，浩劫平林搜煞迷顽不灵，邪说一端也各种神奇到处显化的炫惑人心啊。问你敢有修心明辨根深定志行为十无偏，遇到了各种异端邪说，问你有没有小心去明辨真假，明辨正邪，坚心定志，行为绝无偏差呢？啊，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啊。末后的时阵，我嘛无动心念，唔敢来等金线。越到末后的时刻呢，越要守好自己的心念啊，咱唔敢挡咱的心念啦，修好。紧握这条天命金线，啊，唔敢好这，不敢让这个天命金线断掉了，啊，金线一断，性命就难保全呐、啊。个人事小，众生事大，所以要非常谨慎啊。啊，管伊偌大考验，我嘛认可不改变。管他有多大的考验，我们的心不变，那就任考不倒啦。第二段，打到单主的当打，心情不敢有轻盈，承担坛主的重大责任使命啊，这个担子是很沉重的，心情也不敢放得清闲啊，真心甲生意绝对无关联，风波未当阻碍阮向前，有这份真心诚意的付出，绝对的无怨无悔的啊，风雨也任他风雨考验，也不能阻碍我们向前呐、啊。自愿机关风发，代天宣化，去读一些尽力来勇团。有这个自愿要弘法立身，要代天宣化，所以要去除疑惑啦，要真理来传扬，传扬真理大道。不作为本意，我不敢有阴谋，一心念爱合天，没有个人的私心己意，全凭上天啊，一命交天，所以都是一心表天呐、啊。佛祖的本意啊，我们不敢有任何的遮障隐瞒呐、啊，一心一念都要合乎天心天意啊。啊，末后更加会更新。优素优中达完万，越到末后越加要谨慎小心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五十成道四十罪啊，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啊，有始有终，这样才能够达到圆满的境地。朝国舅大仙辞训，调记雪中红，台语歌用国语唱，就这坛主简单，驾着法船救良缘，天时这紧急，浩劫走迷顽，邪说一段神奇到处显，问你敢有小心明辨，坚信定志行为绝无偏，末后的是真乱麻不动心念，不敢来断人弦，阿观他多大的考验，乱麻人考不改变，但这坛主的
重担，心情不甘，友情险，真心加诚意，绝对无怨言。风雨未动，阻碍乱向前。只愿弘法代天宣化，去除疑惑，真理来扬传，佛祖的灯意，软不敢有隐瞒，一心念耀天。阿摩更加的精神，有始有终大圆满，只愿弘法代天宣化，去除疑惑，真理来扬传，佛祖的本意，软不敢有隐瞒，一心念耀天。阿摩更加的精神，有始有终大圆满。曹国舅大仙慈训调起雪中红，追着端主不简单，加着化尊求良缘，天使这紧急好接受未完，写下一段心机都出现。问你敢有小心明辨，坚信定志行为抓不偏，末头的时阵阮嘛不动心念，不敢来登金山。啊，关于我大的考验，阮嘛人可不改变。打着端主的担当，心情敢有清盈，真心甲诚意绝对无怨言，风雨袂当阻碍阮向前，只愿弘法代天宣化，基督以后真理来用传，佛祖的本意，阮不敢有隐瞒，一心念爱和平。啊，我后更加的尽心，有始有终大圆满，只愿弘法代天宣化，基督以后真理来扬传，佛祖的本意，阮不敢有隐瞒，一心念爱和平。啊，我后更
家的精神，有自由将大圆满。